超帅的，有没有？好像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 channel。So， 今天有没有发现呢？我的妆好像缺了一些东西呢？对，就是我的眉毛。所以，因为今天呢，想要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新的眉毛产品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 Etude Tint My Brow Gel 的一个画眉毛的东西，不过它的 concept 很特别，所以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包装很可爱，有一个 Angry Bird， 就是说你化了妆又像 Angry Bird 一样可爱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不过这个 Angry Bird 的设计很可爱。So 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可以自己给自己打度眉毛，好像很不错哟。所以，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咱们一起来开始吧。OK， 所以在那开始之前呢，会先给自己的眉毛画一个 outline 这样子，所以等一下用这个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涂上去。就是画一个你要的眉形，只是框框而已哦，不要把它 fill in， 所以你就不会容易画错还是怎样。我最近就是有去 Sephora 那边做 eyebrow waxing， 超刺激，我第一次，不过是真的是弄得很干净啊，不过就是。像我这种不适应的就会好痛。哦，我的眉形画好了，然后现在就是要开始打开这东西。那个 direction 我就不一一念给你啦，因为其实基本上我已经读过，所以就是我现在就直接示范给你们看这东西要怎样用。我是第一次用哎 ，OK， 好。说它里面样子就是长这样，看得到吗？它里面就是很浓稠的东西。OK， 而且好黑一下，你看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会直接把它画上去。好紧张 ，OK。放多一点，你有没有说放多一点，你那个颜色会比较耐久？就狠狠的上吧，所以就是跟着，好像味道还好，不会很难闻，然后尾巴就比较靠功夫。如果你不小心画错的话，不要紧张，你就直接拿一个科松瓣来把它擦掉，赶快把它擦掉就好。现在我画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会要等两个，他说就是要等至少两个小时，然后等它干了，然后把它 peel off， so 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眉出现。所以我就等两个小时后再回来跟你们 update 吧。OK， 所以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撕眉毛。好，它已经开始变干了。好，现在开始喽。其实还好啦，不会痛。哦，
点了不会痛，就是继续撕。我其实一开始蛮担心要把我的毛给拉一起拉出来。哇哦，哎，不错耶，它的效果。只是需要那个眉头方面需要用眉粉来晕开来，要不然还会有一个四角形，一个方形的那个在前面。诶，好，然后继续另一边。哎，我觉得我选对颜色了，就这颜色真的是 match 我的 hair color， 全部都很 OK。我的眉包就这样好了，虽然它是需要2个小时啊，不过它是说，可以耐蛮多天一下，就可能到三四五天这样，看你的application 的方法，还有就是你给它照顾。不过目前我非常满意它的效果，就是几乎不需要再去填补颜色了，然后我只是需要把前面晕开来而已。它的效果会是这样，然后它的持久力会怎样呢？我会接下来会在 Instagram 就是跟大家 update 一下，就是每一天拍一张这样子，所以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还有我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哦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呢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